游走世界，灵感如何构建？是驻足当下，还是聆听遥远？东方，观亭台楼榭，光影交错，听四面玲珑，波澜不惊。三分天下，二分阴阳，一方格局。欧洲，是帕特农神庙，是哥特穹顶，是巴洛克幻想，是安东尼高地。北美，是逃离城市喧嚣，徒步荒漠野原，是复现生态纹路，感受内心温度。南美，让肢体节奏摇摆，让生命喷薄流淌，在砖红色的库斯科，在安第斯山顶峰。非洲，流淌在纳米比亚的沙丘，蔓延到中原部落的纹路。大洋洲，落入蒂卡波的星空冰湖，游走在天堂牧场的葱郁广袤。南极洲，在上帝遗忘的无人之境，遮着眼底和心中的神秘之光。用宝石折射绚烂的光，点亮生活，用匠心点缀奇迹纹理，装饰美好。在世界工厂，相信智慧，专注技术，期待艺术，让灵感构建你的世界印象。看见，追随，承袭，塑造，世界设计汇聚一方。